你们有狙的跟他对呀？没狙。那个龙又来了，又来找死了。他被打了，他被打了。 他被打了，他被打掉了。龙死了吗？龙死了，来人了，又走了。我操！我这个不就是运？ 机枪吗，兄弟们？我直接三颗子弹把它扫下来了，跟上把那个狗杂一样。我的扫车枪法要是可以一直这个状态，我跟你讲，兄弟们，PL淘汰王冠军就是我。四号，你慢慢对，倒了我就救你。啊，我就不倒药了。 最好还是打个药吧，因为你倒的次数太多的话会掉血，掉的比较快。血糕被打了就一直搁那跳跳跳。哎，近点摸人了，死了死了。 这好像就是那个骑龙的那个。哦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16个人基本满编。骑龙，对，大龙在上面。哦，龙不能用了吧？ 能用了。哎，我们还是圈呢。对呀。天命，天命。其实我感觉我不太想站这个位置，我们去山上吧，这位置不太好。走。山上不知道有没有人，可能有人，我感觉。